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。阿弥陀佛。那节目精不精彩？念完了。当然，佛菩萨给我们说，我们的生命要精彩，那叫万行无亏，圆满种种般若蜜。因为众生需要什么，我们都要满足他；众生有烦恼，我们要对治他。所以，但念无常，胜勿放逸。站在解脱道讲的是心念，不要起贪嗔痴。站在菩萨道，除了不要起贪嗔痴，我们要广修功德。就像各位刚刚诵地藏经、共生。然后呢，大放生、替身多嘛，啊，那这个施身法就是布施的意思啦，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布施给众生，啊，那事实上这也是佛教的基本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执着外辛苦啊，我的身体、我的财产。甚至我的想法，那个叫法执啊，所以色受想行识，色讲的是我们的身体物质，我的感受、感情、我的想法、我的行为、我的意识。那佛要我们照见五蕴皆空啊，这个色受想行识跟我没有关系，它只是一个因缘和合，所以照见五蕴无我，照见五蕴皆空。那各位叫学习这种生活，但是讲空不是说就算了，这个空的意思是说我明明有，但是呢我要把我的身体啊奉献给众生，做义工啊，烧饼寿啊，好不好啊，啊，器官捐赠啊，对不对啊，甚至用生命去帮助众生啊，我要把个人的感情感受放下啊，只有慈悲，没有个人的感情，所以我们为这些出家菩萨鼓掌。所以你看他们年轻的啊，你这么年轻又漂亮，人家都不谈恋爱啊，所以像我们湛江法师这么帅。这些年轻的法师啊，我看到他们，我们都赞叹。哎呀，当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乱七八糟，吃喝嫖赌，啊，还什么围炉香战，我不去卡拉 OK 的怎么办啊？啊，所以那时候根本没有佛法，没有意见佛法，
但是他们这么年轻就会修行啊，会出家啊，而且各自负责的很重要的任务啊，所以当然意思是说修行，各位啊，要懂得善用这个身体会死亡，但是如何用身体来服务众生啊，最后连这个身体，我们现在开始登记了，如果你要往生的登记，要把你的身体拿来布施，我们帮你做烟供啊，上供下施，修修的啊，哇，观想爱吃肉的众生给你大请客了啊，而且吃即解脱，因为这个身体功德很大呢，对不对？吃素拜佛守了八次八关斋戒不得了了啊，又受了菩萨戒，要登记他才众生才吃得到呢。然后就给他做烟供哦，就给他布施，剩下的灰再加一点米粉揉一揉，帮我回亚家。啊，就像各位刚刚在做替身捏一捏，你要观想，这就是你的生命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给鱼吃。所以我想，佛教里面要我们把我们的身心，乃至不执着有一个五蕴是受想行识啊，所以修施身法更是如此。这个叫断除对身体的执着，断啊，所以也叫和平转移。那个冤亲债主，他就是要侵犯你的身体，让你痛苦。那我们修施身法是，我全然不跟你打仗，不抗拒你，我完全奉献给你。事实上这个就是佛法，请问冤亲债主会不会超度？甘愿，非常甘愿啊！而且为什么不但甘愿，也度了他，让对方也升起了一个悲心呐、啊，被你感动，也发起了菩提心呐、啊，啊，透过我们的这种修行，感动了他，超度他去极乐世界啊！所以我想，如果你很心不甘情不愿的，把身体布施给他，他也不要你这个，但是他感受到你的心，哦，你的心对我这么好啊，心甘情愿的要对我这么好啊，我伤害你你也不生气，还要对我这么好啊，那他就会感动和超度。所以本来一个魔鬼就变成佛了啊，一个对立就变成一个和平了，所以一个痛苦就变成一个快乐了。那最后谁快乐？一定是自己快乐啊！自己断除我执，圆满资粮，可以成佛，将来你就可以真正的去帮助众生，生命的幸福啊，就是成佛。你有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悲心，圆满的神通，圆满的等等等等的不可思议，包括你的名字都可以利益众生啊，不可思议啊！所以各位要一直让自己有这个思想，以及以这个思想来引导自己的行为，来净化这个社会，来帮助人心啊，来让这个污染的地方变成不污染。所以我在这边要建议各位啊，从今天开始要有个想法，你讲不凸显自己啊，一个人凸显自己呢，就是说我很喜欢站在那边，我很喜欢别人听我唱歌，我很喜欢别人听我讲话，我很喜欢别人看我的身体，你看这么美啊，我很喜欢别人看到我的头发，你跟剃头剃剃的啦啊，因为你很执着你的头发哦啊，执着你的身材哦，这个就是魔鬼，这个很可怕。你不要以为海涛法师喜欢坐在这边，我是无奈呀、啊啊，我就是很惭愧，我这个人是最好你不要看到我，不要看到你啊，啊！但是为了佛法，我就要勉强自己了。所以老实说了，我每次从后面走过来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不自在啊！所以因为那不是我要的啊。当然，为了佛教，那、啊、我不能有我哎，我要把这个出家人的形象哎做好。这样子嘛，做好啊。那当然，练习久了就会习惯为了众生，所以要抛头露面啊，要去讲话。所以，但是自然就好。这个叫安忍、法忍。这个法就是慈悲，你要接受慈悲啊，你要接受无我的空性，你要这样改变自己。
那希望各位也要开始这样练习，随顺自己的感觉，那是魔，不要不要啊！孝顺忍辱，对方骂我，我还要帮助他，这个才叫修行。所以别人对待我的，那是我的因果，我甘愿接受啊，消业障。但是我对待别人，我要勉强自己对他修慈悲啊，然后呢，多引导他学佛。所以不要放逸。我们大乘不放逸，就不要随顺自己的五蕴身心，随顺自己的我执、法执、贪嗔痴，要跟自己征服自己，征服自己，勉强的去奉献自己。所以各位，等一下我们阿弥菩萨修十身法，各位要开始烫沙啊，然后把黄金珠宝都挖出来，奉献奉献奉献给你的，你所谓的敌人呢、啊，对立者。啊，受苦者要全然的观想啊，而且要奉献之前还要先洗完澡干净一点再来啊，不要臭臭的给人家。任何东西你要送给对方，要包得最庄严。所以然后呢，先奉献给诸佛菩萨。所以这里面有个观想嗡阿哄，他意思说，请这些佛菩萨。我帮你这些护法神帮我切成一片一片一片，跟他茶一样的啊，这么庄严，一片一片的庄严供养诸佛菩萨，吃吃吃我的功德啊，这样再慢慢切成一片一片啊，给任何一个有情老虎啊、蚂蚁啊、鲨鱼啊、恶鬼道啊，我的血给你喝啊，对不对？我的骨头给你啃啊，我的肉给你吃啊。就是这个过程，把这个我的痛苦娇慢都放下了，全然只想到对方的乐，更希望对方因为透过我这样的布施而得到我的精髓，那就是我在修的菩提心啊、空性啊。但是基本上就是要消除自己对个人的色受想行识的执着啊。就像各位，我们在做施身啊、放生啊，我们供养僧伽啊，那这些都是了。包括现在我们在做一个慈悲基金会，那就是希望用尽各种方法要去帮助这个社会，只要他有需要帮忙，不分宗教。虽然我们能做的有限啊，但是我们就不能间断，不能放弃，不能。漠不关心，不能当作没看见啊！所以要放在心里。只是我们现在能力有限，但是尽量回向。念到你万寿人嘛，随喜、因为他做好事嘛。有时候你爱的人布施，你很喜欢；你讨厌的人布施，你给身那你的嫉妒心就来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有个女人打扮得漂亮，干嘛要勾引我老公啊？那你会有嫉妒心啊，所以但是你要开始转变你自己。所以各位不要带着一个负面的心态再去投胎，再去过生活，有那划不来，对不对？贪嗔痴、傲慢、怀疑、嫉妒，这些都是不好的。老实说了，我这个人很可怜啊，有时候有一些人来找我，我经验久了，我都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就怕呀，这些嘛是呢，来者不善呢。这个为了凸显自己要来做买卖，这个要来勾引我的这个要来怎么样的，但是我看在心里，但是我也要什么人都要 OK 啊，尽量点一点他了，对不对？尽量给他一个好怎么样可以让他快乐的方法了，让他转个方向了他本来要跟你做买卖了，变成后来跟你布施一样，对不对？也要，但是你要用佛法感动他了，不是我的想法。所以在这一点，当然我们要帮助别人，也不了解对方也不行。那我们要帮助对方，就是对方有问题，对不对？那为了没有生病来找医生干嘛？如果医生讨厌生病，那就不用做医生了所以先生很麻烦，太太很啰嗦，儿子不听话，你可以成佛你这样才好修行所以唯一的快乐在极乐世界，那边就没人找你麻烦了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是你学习的对象，不退菩萨为伴侣我们在这个世间
来偿债，来安忍啊，来结善缘，但是呢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所做功德上报下施啊，只希望念一下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啊，希望我的存在啊，小偷来我家偷钱，我还要付一本地藏经给他，5000块拜托你看地藏经啊，看第二本搁送给你5000块啊，意思是说这个观念呢、啊，等他看到第三本，他还你20000呢，他帮你注印100本，那你度了他了啦啊。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他偷你的钱，所以你不能有那个我的钱的想法。任何人爱我、伤害我、诽谤我啊，路上看到我都是希望悉发菩提心，但是你要用菩提心的行为来感动他。啊，我觉得这个给我偷5000块，还要送我经，祝你好运，不要给警察看到，啊，所以愿你哪一天你要这个念头要灌进，像我去路边出国，他们那些在要钱，我一定会要拿钱。很多人说啊，师傅那个不要给你，不要这样想，因为你的想法，我你跟他结缘，而且我在给的钱呢，我就念了 Om Puri Sita Muda Padayami， Om 啊 Om， 功德就灌在这个钱里面啊，这一包食物啊，就像我们甘露施食、甘露水，我们都会加入很多功德，对不对？替身多嘛 Om 啊 Om， 不管用什么，都是把自己圆满的功德、佛菩萨的加持，希望他吃到得到我们所有的一切。就像我们往生牌位，我们大家认真了那么多久，最后是不是要完全供养他们？完全供养，从把棺材界上供下是，就是要完全供养他们，所以就养成这个习惯。所以各位，你健康一点，吃的健康一点，准备每个月去输血500cc 啊，哇，这个输到我的血，得到我所有功德啊，对不对？要开始练习了。今天我准备要化缘了啊，因为他们现在很努力的去慈悲，结果就很多独居老人，什么98岁癌末啊，80几岁癌症末期啊，乃至残障，一个人在家里陷入困境。林俊德92岁，行动不便，还要跟这个智障的女儿同住，然后都是低收入户，这样。那我想，我们大家必须来开始关怀，好不好啊？希望大家。因为他们就定有些要布施5000块，有些布施3000块，但是无论如何呢，希望大家多关怀。因为我现在接受到了，他们说越来越多，整个大台北市越关怀越多，那当然我们觉得这是应该的啊，应该。现在我的做法是这样，我们这个基金会没有固定的所谓这些弱势关怀的基金，但是我现在是希望每个地区，比如说北岩讲堂，那你就要负责板桥地区的，我有供养多少，我们就完全布施多少，这样就好了啊。今天有人供养10000块，我们在这个月把10000块布施掉；今天这个月有人布施10万块，我们把10万块完全分配掉。那这样以后就各自这样就好，不然说，师父，我跟你申请，你跟我申请，我跟阿弥陀佛申请，那就。因为钱从哪里来？但是我觉得，既然你要去慈悲，非常好，那你要找一些护持，你要有福报嘛，对不对？这样以后有没有道理？啊，那我就吹凉风，不要找我，每个人都找我。那天有一个家业师父，有300个，里面有200个是因为他们是弱智学校，有200个是贫穷家庭。我们准备一个人护持他们3000、5000，我说随喜。啊，师父，钱你那边拨给我，我们在那边再供起来。啊，你不是有慈悲基金会啊？我说这个没有这个专款啊，现在刚成立啊，我又不是慈济，人家慈济做52年了，要向慈济看齐，好不好啊？要看齐，所以慈济叫慈济委员，我看各位登记吧，叫慈悲委员。开始啊，开始去慈悲啊，找人家一起慈悲，就关怀弱势团体乃至个人。因为我想现在的社会景气不好，特别这些独居老人没人照顾了，就像我早上讲了，哎呀，
老啊，连死了都不知道谁要埋葬他，他担心这个了。他死在一个空房间里面，然后尸体烂掉，不好啊啊！那我们佛教徒能够借这个机会撕棺材啊，帮他火葬会用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苗栗红华院没有免费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好在还有个苗栗红华院啊。当然不是说免费，我认为很多地方都有，但是至少那边有佛法，对不对？有佛法，所以他应该可以得到加持。所以当然，等一下我们施生法完了以后，再来布施，好不好啊？这名字叫做施生法，把钱布施给众生吧，然后当然我们做这个协会是希望大家也都来加入。当然以后如果你知道你的亲戚朋友或是隔壁有那个很可怜呢，又是单身老人又没人照顾了，互相通知一下，对不对？大家钱凑一凑，赶快又给他啊！因为但是给他也不是你这个月给他5000块，你这个他就花完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说最主要是多去看他，给他佛法，给他讲一讲啊，让他有机会改变命运比较重要。当然，如果有人持续愿意关怀，那是最好的。生命的快乐，所以生命的快乐来自于布施奉献。生命的快乐来自于永恒的慈悲。生命的敌人是我执自私啊，所以要把这个我净化掉，来利益众生，这才是生命最重要的事情。也希望所有贫穷者，还是又贫穷又病苦者，都能够得到适当的关怀，得到我们的回向的功德。当然，各位就慈悲无量无边，所以多去关心周遭的人。但是关心别人，更加关心自己。就像我们修施生法，让我们自己没有我执，甚至这个身体变成不是自己了啊，因为业障消除了，健康自在的去服务众生。那佛教的基本意义更要扩大，孝顺所有众生。因为没有一个众生友情不是我们感恩慈悲的对象，所以要一直培养这样的念头。也为了要孝顺所有父母众生，就近的方法就是要发菩提心，成就佛道。所以那为了圆满菩提心，所以我们要自力的消除烦恼，开发智慧，利他的圆满种种功德波罗蜜啊，这样才能够就近帮助。那当你成佛了，像阿弥陀佛一样，事实上阿弥陀佛更忙，因为无量无边的众生依然在造业，依然在轮回受苦。所以诸佛菩萨用尽各种善巧方便，就像一首感动的歌可以感动我们的心，可以转化我们的心。所以各位将来要多多的练习，用你的庄严的声音，当然就来自于庄严的心态啊，世间的这些乐器方便。所以如果你的儿子喜欢弹吉他，你就叫他做一首阿弥陀佛歌啊，所以做一首快乐的 Om Mani Padme Hum， 用各种方法来跟我念一下：施生法功德，共生功德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愿往生父母，历代祖先，往生眷属，所有众生同享法会，各项功德，罪障者永离三途，同生净土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愿现世者所有人类消除罪障，
无有病苦，深信因果，悉发菩提心，皆共成佛道。那亚他，班赞者呀，阿瓦波达，那耶梭哈。好，阿弥陀佛。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，让大众能够感受到。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台大医师黄立明，今天就来跟大家示范如何正确的执行手部卫生步骤，请跟我一起来念口诀，只要轻松记住这些步骤就可以了。口诀包括内、外、夹、弓、大、力、完，只要记住内外夹弓大力丸的七字诀，就可以做好手部卫生，守护你我的健康。真正的快乐，给人家一种放心，给人家一种快乐，去关心每一个人。真正的快乐就是每个人都学佛了，都懂得慈悲关心众生了，这个才是生命最大的独立自由快乐。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法去快乐，但是最大的快乐是因为你的存在，给人家一种放心，没有压力，给人家一种快乐，可以依靠你得到快乐。就像我们接触佛陀一样，接触一个老父亲老母亲一样。所以我经常喜欢讲说，学佛的人是应该是依偎在佛陀怀抱里面的人，因为佛陀抱着我们呢、所以我们也很安心很快乐，然后我们也希望每个众生都得到这种快乐。但是我想修行用什么，用莲花做代表，你要打开你的爱去关心每一个人。所以我经常建议很多信徒说，你应该站在十字路口，然后开始每一个过去你都给他用他的语言跟他打招呼，跟他微笑。你把这个个性培养起来了，你可能在修慈心。那你修了这个慈心，愿给众生欢喜，你就不忍心看他痛苦，你可能会开始修悲心。这两个一定要练习。我认为各位住在纽约真是个好机会。Thank you.
觉照您的佛性般若，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。